大家好。其实不光好雷哥来到我们的现场，还有很多的其实好朋友都送来了祝福，我们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来请看。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我是李鱼哥，我是迪克牛仔，佛光传奇，曾毅，知道云朵又要发新专辑了吧？替他感到高兴，祝你的新专辑大卖。我觉得云朵发生了变化，孩子长大了，在以后的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衷心的希望云朵能够坚持他的原创梦想，在乐坛走得越来越顺利，加油。努力，一切顺利，加油！真的，好多大牌在里面，包括为什么我觉得沈阳哥那个说什么正经的事儿都觉得特别想笑。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而且发现没有，全男星阵容。对，哎，平时圈里的女生朋友是相对来说少一点吗？还好哎，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些忙吧，可能是。我觉得还好。其实像云朵在台下，包括在台上，我觉得她的给人的感觉都特别的真实，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变化。比如对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也是这样。今天呢，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听说我们的云朵发片了，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但这次他过来呢，是向我们的云朵道歉来的。来，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金志文，有请。Hello， 小文你好。金志文，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好，我是金志文。金志文今天来有一点心虚，听说你是来还债来的，对不对？是。怎么讲？那天云朵很兴奋地跟我讲，说那个小文哥，我有一首歌，那个我清唱给刀哥听的时候。刀哥一句话都没说，就在坐在后排的车的座位上在流眼泪。对，然后我就很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对，然后我就和他约了时间，然后去帮他听一下这首歌，然后整理这个整个的这个倔强的这首对歌。所以那会儿我就答应云朵，我说这首歌我来帮你编曲。对，然后好，重点来了，对，结果呢？前面说了这么多，结果怎样？结果我就去参加好声音了。哎，整个故事的重点就是见利忘义。我特别的愧疚，因为那个时候，云朵一直在等我，一直在等我比完赛，比完赛以后又等我这个赛后的巡演结束了以后。最后的可能在前两三个月吧，然后过年的之前前一点点。对，云朵说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因为这首歌他们是已经定了这张唱片的主打，对，然后发行的时间也都敲定好了。哎呦，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现在觉得可惜，就是你是可惜没有制作上这首歌，对不对？没错，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孩子算是我们俩一起生的吧，就是等一下，你这个话题今天我跟你说完全是新闻的重点的。没有，你们俩生过孩子？对啊，金志文跟云朵，生了一个共同的孩子。我们俩有个倔强。不是，我才反应过来，我们一般都是那个拿这个孩子名字叫倔强，拿倔强，拿作品，我们都称自己的作品为自己的孩子。那你孩子挺多呀。很多，你跟很多人生过的？没有，一般都是我自己生。对，聊音乐部分啊。对，然后这个，我就是觉得一直很遗憾，对这首歌曲保有各种的愧疚。既然有这样的愧疚，我觉得作为老爷们儿，咱们今天也得接受点惩罚，是不是？惩罚？我们这个惩罚很简单的，就是准备了一个锤子。完了之后呢，云朵，接下来当然啊。这种使命你要交给我的话，我很有可能就觉得说我们的志文抬着下去了。好，接下来是云朵惩罚时间。我觉得当时他让你等了多少天就打多少下吧，好吧。那今天就打不完了。今天打不完了。那打不完了。来呀，大家三二一。哎，特别疼，特别疼，疼在
在心里，对，还是疼在这对这首歌的愧疚。现在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云朵？接下来这个音乐道路，希望他该怎么去走？云朵也是变得更强大了，变得更会唱歌了，但是我觉得从骨子里的爱音乐的这个态度永远都不要变，我们都是一样的，一起加油。对，好，掌声送给我们的金志文。谢谢谢谢小文。云朵这次发片不光说有这样的好哥哥来过来帮你，今天还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这位来宾呢也是重量级的，掌声让我们有请庞龙，有请，欢迎庞龙。好，先给庞龙哥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大家好。非常的简短有力。那个庞龙哥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认识云朵的？我不是跟老刀挺好。哎，那你们其实没有太多私交对不对？没有，我原来见面就一句话，庞老师好，就没话了。现在长大了会说一些话了。他都跟你说什么了？问我现在忙啥呢。我特别想知道哈，因为作为前辈来讲，看云朵这样子的歌手成长，是不是觉得心里挺高兴的，就有这样子的好声音？我觉得云朵唱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他要如果慢慢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有自己非常好的前途和成绩。今天特别义气。对，接下来庞龙哥有没有就是准备跟云朵有合作的机会？那得看老刀。老刀，老刀同意了才行，你不同意咋唱？不是，为什么这个刀郎老师没来，我们还得看他脸色呢？他不年龄大吗？所以得尊重老人是吗？尊重老人。所以哎，其实你这样子，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觉得云朵没有刀郎老师在现场的时候，他的唱歌更加自信，更好一点。因为他比刀郎唱得好吗？好，我得问您一件事儿，必须得问，因为您跟刀郎老师是很好的私交的朋友。是。但是我们这次发布会在开始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刀郎老师不仅今天没有来，而且连 VCR 好像都没有在录。您能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反正老刀最坚决的一件事，我就特别好玩。就有一次我去游泳，我看见有一个人在里面游，就脑袋一直都不出来。然后有一个棍儿在里面嘟走，我根本不知道是他。然后我换完衣服了，然后我就往那一坐，我一看好像是他，我就站在岸边，我就等着他，他就过来了，过来又嘟出来了。我说你这么游泳吗？就是他是完全在水里面拿个棍儿从里面吸着那种游，根本不锻炼身体，那是玩儿。对啊，那潜泳嘛。对，潜泳。但是游泳池刚一米二，你潜啥呀？对。您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问什么问题呢？我跟你说，刀郎老师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呢？他不来就不来呗，没事儿，这么多好朋友。然后他主要是从家开他自己的演唱会呢吧。其实你知道吗？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有了解到，就刀郎老师非常希望云朵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独立个性，然后有独立风格，包括他能够自己撑完全场这么一个歌手。对，就是这应该锻炼他这么来称呼云朵，就是云朵。就是把刀郎扔出去，你知道吧？然后呢，这句话又是今天的一个重点，云朵扔了刀郎。对，就是因为什么时候学生能走出老师这个呵护这个翅膀之外的时候，才算最好的时候。我觉得老刀不来是对的，但是云朵的音乐还是要刀郎来帮忙的。当然，当然，对对对。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庞龙哥，谢谢，谢谢庞龙哥。聊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欢迎我们的云朵。
音乐现场特别奉献云朵倔强首唱会，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好凉茶，中国好音乐由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今天是我们的云朵全国倔强首唱会，欢迎云朵，欢迎云朵。同时娃哈哈起立在这里提醒各位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不怕火凉茶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掌声欢迎云中的花朵。大家好，说到云朵，其实我相信云朵现在最感谢的人不光有她的老师，应该还有你的父母才对，对不对？对。这次发了全新的专辑，爸爸妈妈也来了。对。来，掌声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云朵的爸爸妈妈。欢迎云爸云妈。这应该是咱羌族的民族服饰哈。对。来来来来来。叔叔好。二位中间。哎。观众们好。哎呀，大家听懂了吧？观众们好，阿姨，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刚刚叔叔已经打招呼了，说大家好，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可能阿姨不太。爸爸，妈妈，妈妈喊到我。我问一下哈，那个叔叔阿姨，你们一个人回答我，云朵当年小时候在这个寨子里，是不是整个寨子最好看的小姑娘？一般。最好看的是他的妹妹，对不对？叔叔谦虚了，谦虚了，嗯，谦虚，对呀。但是我觉得叔叔阿姨非常的朴实。嗯，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云朵，有一点点愧疚的是，她陪在爸爸妈妈身边实在是太少了。是，还记得，比如说自己在家的时候，平时你们就是在耕作或者说在田间，就能听到妈妈的那个唱歌的声音，或者大家在节庆的时候，能听到很多人唱起那非常欢快的歌声。还在你脑海当中有，就像那个啊，我就记得小时候的，我们去山上给亲戚家割那个麦子的时候，哇，就是我妈他们就唱歌一排，因为一亩地一亩地这样横着过去，就一边割着麦子一边就唱那种歌曲。那今天能不能让妈妈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听一听这个家族遗传，听一听妈妈平时在这个比如丰收的时候唱的歌是什么样的歌？好想听哦。好啊，好不好？我们就有请这样吧，云朵跟自己的妈妈一起来合唱这个祝酒歌，好不好？好好来听一下。你的奶奶哇，还回声呢。
哎呀，我是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他们那个身体里面五脏六腑都是通的，对不对？能从胃直接到肺，能从肺直接到肾，能从肾直接回到心脏，就感觉那个气儿是通的。爸爸，你觉得那个阿姨唱的好不？唱得好。那你挨不挨他喽？挨。爱，既然要笑开了花，既然爱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所行动才可以啊。要不要抱一下自己的爱人？哎，我特别想问一下朵朵，你们家会用拥抱来表达就是家庭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吗？从来没有。那就一定要看好不好？来，叔叔，你没有抱过阿姨对不对？拥抱过。对。那今天要不要给她一个爱的抱抱咯？对。哎呀，你倒是一点都不羞涩。来来来，好，那就靠你了哈。哎呦，好了，其实两个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叔叔跟阿姨特别朴实，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有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结晶，就是我们的云朵。云朵今天的成绩，相信其实二位都非常的骄傲，觉得女儿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去打拼，而且能发专辑，能上电视，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去喜欢她，这是自己家庭的一种骄傲，对不对，叔叔？对。包括说我们这次的云朵发了这张专辑，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有了这样成绩，可能这个背后会有很多的心酸的故事，包括说像你刚才14岁的时候就刚踏出家门，去到外面去打拼，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心里是怎么想的？女儿那么小就要到外面去打工了？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大山里，这个环境和条件都不行。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孩子有三个就负担重，大女儿呢就替我们父母就是担忧嘛，上学交不起学费嘛，大女儿就退学嘛，就她就要求她要去打工，给我们家里面承担一份责任。爸爸说14岁的时候你要出去打工，你要辍学，是因为说可能家里当时真的是经济比较困难，而你要担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你要出去打工。你当时有过其实不甘心？就是当时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因为太小，我真的就是我记得在我家门口的时候站的那个，就是望着学校，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踏上那个学校了，那种心情。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面我妹妹弟弟真的是还是需要去学习，然后就还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也实在没办法，给我当时因为我家里面条件确实不好，然后就给我了这个几毛钱，就塞着说别让我上学。我全部村里面的阿姨，就是干活的时候路过我们家，说我在那儿大哭，说为啥？然后阿姨们就劝我妈，他们说让她去上吧。但是实在我父母亲真的就没有办法，然后我也就非常内心的那一股可能就是倔强吧，就是紧紧的拿着几块，就是5毛钱吧，好像2块钱，就塞在那里。我就自己一个人抱着大腿，在我们家门口对面，我们村里面对面就是那一座学校，望着。可能我会幻想很多，我觉得好像我这一辈子我不能踏上那个学校了，那我只有去出去打工。但是我妈送我的时候，我爸妈妈我爸不爱表达，因为他特别内向，所有都是记在心里面。那个时候我拿着一包小小的行李，那个时候手机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也没有。我妈也是近几年才去过成都，从小就没有去过成都，然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我妈就那时候送我在车站的时候，真的就是已经痛到就不行，扶着墙壁抹眼泪。那时候我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有，不知道，可能就是小时候太不懂事了，就是不太理解妈妈内心的那种。我就是小时候觉得，哎呦，你们不让我上学了，那我就要出去嘛。但现在长大了之后，就非常能理解。其实刚才听你讲完，14岁的时候，当时辍学去打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对家里对爸爸妈妈有一些不满不理解，有一些耍脾气，到外面去打拼了，包括遇到了很多的老师，又进入到了演艺的行业，做了歌手，
89年。其实我相信，在大城市每一年的这个成长，对于你来说，其实是非常迅猛的。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有什么话要对自己的爸爸跟妈妈说呢？我很少有时间陪我爸爸妈妈，因为我妈身体非常不好，小时候家里条件非常太穷了。我这样坚持出来，我就只想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日子过好一点点，然后能够多去走一些地方看看，这样。其实我觉得云朵她的内心世界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单纯，而且呢，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会写下来，有的时候很简单就发到微博上。其实有一番话是通过微博写给他的爸爸妈妈的。云朵在微博上写了给父母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接近10年了，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份倔强和孤独，假装坚强的精神，在外从不被家人干扰的闯荡，一个人在很多陌生的地方走过，慢慢开始把陌生的地方当作自己的家。谢谢爸爸妈妈给我这么多的自由，让我翱翔在天的任何一方，一直都渴望只要我走过待过的地方，父母都能来走一走。我特别能理解云朵的那个心里的情感，就从小出来闯荡的小孩总是害怕牵挂着，其实他牵挂家里，又害怕牵挂家里，让自己在外面闯荡那个心软了下来。所以其实之前你一定会对父母有一点愧疚，说我不够爱他们，不够孝顺，我对他们不够好。但是妈妈今天在这里，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话刚刚都已经讲了，我们用一个最直接的肢体的语言告诉爸爸妈妈，你以后去到哪儿，你都像一个大老鹰一样在载负着全家一起翱翔，你能做到吗？用一个最简单的肢体语言。时光流转，转瞬即逝，2年的时间，云朵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歌者，内心的那份纯净依然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不妖娆却惹人爱怜。风似守在轻轻划过满沟与河的窗子，是情怀融融展不成眉间的锁，飘进了风雨，太
云南卫视不怕火凉茶音乐现场特别奉献云朵倔强首唱会。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好凉茶中国好音乐，由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今天是我们的云朵全国倔强首唱会，欢迎云朵。欢迎云朵，同时娃哈哈齐力在这里提醒各位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不怕火凉茶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掌声欢迎云中的花朵。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云朵来到了音乐现场，我们有个特别的环节，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这个环节呢，会来两位神仙，一位神仙仙姑已经在笑了，一位是音乐女神娜塔莎，她是我的偶像。谁傻？娜塔莎。哦，傻哦，娜塔莎。另外一个就是我了，顺风耳，尼巴拉古大师。我觉得云朵可能很期待，就是说我唱完歌了，我好想走啊。但是这个故事到底是如何的，请牵着我们的手，来那边牵着方。我们要变身了，对不对？对对对，来，一二三，走。2013年，由于人间百姓生活安乐，诸神无需为人间事物烦恼，乐得逍遥自在，于是乎掀起了一股提高自身音乐素质、不拘一格选拔音乐人才的风潮。今日一年一度的神仙大会日期将近，十阿里瓦大师和波斯女神受大神之命，下届为2013届神仙大会挑选人间好声音，以此为神仙大会增辉声色，锦上添。天花哦，那啥哦啥，娜塔莎啥哦，娜塔莎哦 my honey 娜塔莎，你太美了，沙里瓦大师，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矮。我已经变了人间所用的增高垫。那你觉得这么多年我有没有变化？哦。正是因为有了娜塔莎，你才让世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啊。真的吗？你的美丽主要以理解为主，欣赏为辅。哦，难道是我来人间时间太短了，我已经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话了？哦，人间只说一个字，丑。丑是什么？就是丑。我不明白。你无需明白，这样会伤自尊的。这样子好了，因为我已经不在乎美丑这件事。是的，在你们心中我是女神，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件女神该做的事情，我要寻找。是什么事情？好声音。我帮您听一听。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曾经的未来已变得苍凉。您觉得这个好声音怎么样？刚才我点了扬声器啊。我觉得这首歌似曾相识，我想起了我的前前老公太白金星啊，他让我看到了星星的感觉，我喜欢他。那我就帮您把他请到这边好不好？真的吗？真的，让他来感受一下咱们仙界，看看他是不是您所要找的好声音。这个在空中有可能有台风，你要适应。好了，咱到站了，这就是神仙界。要跟你解释一下，我是非常帅气的沙里瓦大师。我是他爱恋的女神娜塔莎。他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 boss， 我只是他的员工，我负责听声音。我觉得您的声音非常的美妙，那接下来我们的老板要面试一下你。作为对音乐非常敏感的女生，我对声音的要求很高，可不可以拿出你真实的实力，人间的姑娘？燕子啊，听我唱歌，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啊。
呢，这是一首什么歌？这是一首哈萨克的民歌。哈萨克是个什么东西？哦，我来帮你解释一下。什么？哈萨克，老板，就是中亚的一个国家。中亚又是哪里？哦，中亚是属于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地球是什么玩意儿？地球就是我们脚下的玩意儿。OK， 没关系，这些东西我们都 care。姑娘，再来一首。骊山有位姑娘，叫呀叫那大，她的两颗眼睛水哦水汪汪，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一把热情像太阳。骊山有位姑娘，叫呀叫那大，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亮亮，肩头的头发披肩膀，一把巴达嘿！我怎么觉得这个结尾有点怪？巴达嘿，这是哪里的歌？也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的歌。哦 ，OK， 关于地球的话题我们就不讨论了。这个歌我喜欢，沙利瓦 ，Come on， 小娃娃，你跟他熟不熟？不熟啊，第一次见呀，老板。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我相信天庭所有的神仙都希望他去唱歌，你有没有办法把他搞定？这样，沙利瓦，如果你能成功的把他留下来，成为我们天庭的歌者，我下个500年就是你的老婆。你先走吧，那姐不送了，慢点走。你再考虑考虑。好，我考虑，老板，我考虑，我考虑。我觉得这个姑娘不错，如果你跟她在一起能够把她留下来，她的户籍就会进入到天界，还可以在天界买两房一厅。我觉得用这个来诱惑她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她爸爸妈妈的户口也搬来天界。去吧，沙利瓦 ，Come on！ 说到在我们神仙界，有几点是特别棒的：第一个，福利好；第二个，房子住得大。第三个，想去哪儿去哪儿。第四个，还有我这么精壮的小伙，你想留下来吗？考虑看看，我们天阶也是一夫一妻制，放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剧情是需要你留下来的。我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吗？你还要回去？嗯，你别回去了吧？回去很远的。我不想留在天界，那要看不见我的爸爸妈妈。这样，你要怎么样才能留在天界？要求金冠梯，我要你们到人间。人间？我不去人间，我去人间，我就要去。我你知道，我当神仙之前我是山东人，回人间我得回山东种菜。我现在已经很多年不会种菜了，我没法活。姑娘，你想想看，来咱们天界吧，行不行？我跟你说了，你不来也得来。我跟你讲，好吧，那我就去。这样就来了。你说你留下来了是吗？嗯，对。哦，太简单了，早知道我去嘛就好了。真的是，没想到你那个山东的方言能感染他。我给 你早说嘛，以后你就在神仙界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什么到哪里去，你就说，哦，不好意思，你说去哪儿，就到你要说山东话，就说山东那就可以了。山东话，我是山东话，我还是你最后说山东话，给我们来个 ending， 这个剧就演完了，好不好？好吧，既然人间有这样的好声音，到了咱们天界，我觉得。我会代表玉皇大帝好好照顾这个好声音，总有一天我们会到人间来开巡回演唱会，大家一定要支持云朵，行不行？好了，接下来沙利瓦，我们一起牵着这姑娘的手，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天界。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带着你二环不堵车，走吧，来，我们一起走，二三走走。Oh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我们本期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有什么再跟大家分享？要分享一下我的新专辑跟大家，然后是这首倔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云朵，谢谢。当然在这边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收看中国好凉茶中国好音乐，由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我们的云朵全国首唱会。是的，最后呢，我哈哈喜力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不怕火凉茶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掌声送给我们的云朵，还有我们后面的乐手们，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拜拜，下周末见。